主那一家人平安，嗯，今天我们很感谢神的恩典啊，我们请到我们自己啊的学姐来为我们分享她的话语。那 <coughs> 为我们分享嗯、啊、话语的这位学姐的名字呢叫陈雅慧。那他们陈家有三个人都是我们正道毕业的，所以今天志龙哥有到场。嗯，那啊，陈雅慧传到二零零五年，诶，正道福音神学院毕业，硕士学位毕业。 二零一一年，达拉斯神学院到神学硕士毕业。那他曾经先后在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、纽约华侨福音广播中心啊、美国正道福音拓福音神学院的拓展处，还有美国福音正主协会服饰。那今天他要分享的啊题目是“勇敢承担，正确做成”。那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历代至上十三章一到十四节。 历代之上十三章一到十四节，那我们会用起因的方式读这段经文。我来读单数节，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。好，历代之上第十三章第一节，大卫与千大卫与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就是一切首领商议。<coughs> 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，因为在扫罗年间，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。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格河直到哈马哈马口都招聚了来，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。 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抬出来，放在新车上，乌撒和亚希约赶,赶车。到了基顿的禾场，因牛失前蹄，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。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萨，心里愁烦，就称那地方为昆列斯乌萨，直到今日。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，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。 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雅慧传道，求生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还没有很习惯这个方向。院长，各位师长同工。 以及各位同学，大家平安。<Yes. S 1> 感谢神，也感谢学校给我有机会回来分享信息。可是呢，当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我才听说我要讲的部分已经以前被院长讲过了。<laughs> 院长说：“如果约柜在你家，你要怎么样过日子？你恐岂不是要恐惧沾惊的过日子吗？” 院长真的有点先知恩赐，我这几天真的是又恐惧、战金，又伤脑筋的过日子。我求主赐给我要讲的话，感谢主，神就给了我一句话。灵修的时候，一打开圣经就看到说，先知米盖亚说：“我的神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”所以求主帮助我。 在我离开正道零八年到达拉斯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，开学的礼拜，那个讲员开口的第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难以忘记。他说：“恭喜你们新生，你们来到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神学院。” 因为在这里，你会遭遇到功课的压力，你会有信仰上的翻脚，你还会有经济的拮据，还会有配偶的抱怨，各样的攻击都会来临，甚至有的人会失去亲人。这句话，我我听了吓了一大跳。他怎么知道？我差一点失去我的爸爸，因为就在开学的前一个礼拜。 我的爸爸刚刚进了加护病房，感谢神保守，一周之后他平安的出院。的确，神学院是一个训练神精兵的地方，出去就是要打击魔鬼，出去是要打击魔鬼。那你说，撒旦魔鬼，他会轻易放过你吗？他会不会再想办法阻止你来受训练来打击他吗？他在。 你还没打击他之前，他就会想办法来阻挠你收装备。各位同学，念神学院是不是很危险呢？服侍神是不是危机四伏呢？恭喜你们，你们来到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。<laughs>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呼召我们来到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。 因为在这个地方也是最安全的，因为这里有你同在，有你同在的地方。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何等的不配，但是你这样子的，真的是拣选我们，塑造我们。主啊，求你今天早上洁净我的口，也打开大家的心，让你要说的话没有阻挡，成为说的的人，听者的双方的造就。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啊，没有。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，是一个服侍神，但是却被神击杀的人，跟一个服侍神，可是却被神大大祝福的人，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对比？因为他们所共同服侍的一个神，却有两个重要的属性，一个是圣洁，一个是信实。 当有罪的人来服侍一个圣洁神的时候，当然是危险的事情。然而，当我们用这位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服侍他的时候，他的信实就会回应，就会引导，就会祝福我们。我们先来回溯一下约柜的漂流史。哎，我应该，嗯，好谢谢。 沙姆尔记上四章记载了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打仗。以色列人呢，把约柜当做是他们的护身符，抬到战场上去，以为上帝会帮助他们。可是呢，上帝呢不买他们的账，结果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去了。神用啊，我特意用一个这个啊恐怖的记号，待会儿你们就知道这是什么哈。 那约柜被他们掳去之后，神就用痔疮跟鼠疫来击打非利士人，他们受不了了，只好用车把约柜送还给以色列人到博士麦这个地方。博士麦的人起初很高兴迎接约柜，可是呢，因为好奇就去偷看里面有什么，诶，结果神发怒，击杀他们七十个人，他们受不了了。 就把约柜送到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，也就是我们知道的乌沙的家。乌沙是亚比拿达的儿子。OK，好，那么在这边放了二十年，直到大卫王他登基之后，攻占耶路撒冷，他就一心想要把约柜运到他的城大卫之城里面来。只可惜他没有用正确的方法，他学校了非利士人。 用车去运约柜，于是呢就发生了在半途上发生了牛市前蹄。我们刚刚读到了乌沙伸手去扶约柜就被击杀的事情。后来大卫王很害怕，他说约柜怎么能运到我这里来呢？就把约柜改运到加特这个城，也就是二别以东所住的地方。结果神大大祝福二别以东的家。大卫王发现原来。 有错，运送的方法有错，之后他改正之后，采用正确的方法，再到加特城来把约柜运送回去。这次是用抬的，抬进大卫的城，因为约柜象征神圣洁的灵在，神人不可去冒犯的。好，在民数记四章十五节。 早就严格规定怎么样来运约柜了，上面明明的说要用杠抬，也不可摸圣物，免得死亡。这里有两个禁令跟一个惩罚，一个就是不可以用，他没有讲没有用车运了，就是说你要用杠抬，用人的肩膀去抬。第二个是不可以摸，然后呢，这个惩罚就是死。当约柜从基列耶林要运走的时候。 从基列耶林要运运走的时候呢，第七节说他们是用抬出来的，还对。可是呢，当他们把约柜放到车上的时候，就犯了第一个禁令。他们又继续走，直到乌沙去摸这个约柜去扶他的时候，他就触犯了第二个禁令，所以这个结果死亡就发生了。这里大家请注意。 牛尸前蹄的地方是在哪里？是在基顿的河场。基顿的河场，河场就是一个打谷场，打谷场是一个宽的地方，是一个大的地方，是让谷子用来平铺之后，让牛去踩，或者是用车轮去压碎。 把那个谷子的壳给压碎掉，让风可以吹掉，或者去扬那个谷子，让风可以把那个穗子吹掉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平的地方，是一个宽的地方。我们来想，为什么在一个平的又宽的地方，牛会失蹄，会半跌呢？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。我个人认为，我个人有一个推，有个大胆的。 假设还需要求证，但是给大家做参考。我在想，当他们犯第一个禁令的时候，神没有立刻击杀，是因为神在忍耐，神在等他们有没有发现错了。可是呢，一直走走走，走到基顿的河场的时候呢，还没还没有发现错误，神就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神容许。 牛失前提这样的事情发生，看看他们是不是遵守第二个不可触摸的禁令。只是乌沙连第二个错都犯了。当约柜在博斯麦的时候，导致七十个人死亡。被送到这个约柜被送到，哦、oh,，sorry，被送到亚比拿达家的时候，送到基列耶岭的时候，乌沙跟他的父兄们。 岂不也是勇敢的接受的约柜？一个看起来很危险的约柜，接待约柜的事情，他们确实一开始是勇敢的去承接了这样子的任务。可是呢，为什么约柜在他家二十年？这二十年间，他还不清楚律法的规定是怎么样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服侍的哈。 平平顺顺的服侍，平平顺顺的二十年，长到足以让服侍神的人失去警觉。所以，平顺的时候，人不警觉的时候，事情其实在发生。到有一天，真正那个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、不可再挽回的一个致命伤。 乌莎的例子，警戒我们对服侍不够小心谨慎，对神一再的宽容不够，没有自觉的服侍的人，神的圣洁就是他的危险。基顿的合场不应该是牛会失角的地方，不合常理的事情却是发生，而且偏偏一再的发生的时候。 各位，我们要有警觉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思想，是不是神在提醒我们，或者神一再给我们反省、悔改的机会？你来念神学院，希望被装备，有一天可以被神所用，这个动机是很好的。但是你如何来读这几年的书呢？你如何来抬这个约柜呢？ 你是用肩膀抬，还是用车子来运？如果神学院真是一个属灵容易被攻击的地方，我们更是要谨慎，用圣洁自守。其实我很鼓励在校的同学们，在校期间你要能够跟同学之间要有可以互相做守望的工作。 在彼此在品性上，在生活的小节，在与人同工上面，要能够用爱心说真话，彼此劝勉。如果你在神学院里面，你能够找到说真话的朋友，这个朋友会是你一生的朋友，你也会减少以后在属灵上面半点或是被神对付的可能。乌纱事件发生的时候。 我相信现场是一片混乱。我说一片尖叫，但是齐雪说尖叫好像是女生才会尖叫，她觉得她觉得在场应该都是男生。我男生也会尖叫啊，太可怕的事情，难道不会叫吗？好，攻无不克的大胃王，却以前在军事上都是蒙神祝福的。 可是呢，他第一次的属灵行动就碰上一个会发烈怒的神，一个会杀人的神，他很害怕，他就决定把约柜转送到翻山越岭，转送到更远的地方到加特来。这个中间都是山，这中间都是山区，送到厄比以东的家。厄比以东怎么敢接待约柜呢？你想？ 特别以通为什么敢接待约柜？我想很简单，两个推测：第一个，他是不得已的，他一点都不勇敢，他其实很害怕，但是呢，亡命难违，你敢抗辩，你就；第二，他是自愿的，自愿的，对哦，说不定他作为一个立位人，他很有宗教的良心跟负担。 他觉得神的约贵神圣，象征神临在的约贵怎么可以让他在外面流离失所呢？所以他说：“运到我家来。”他是自愿的，他自告奋勇的。拉比文献很有趣，他记载了这个地方。他说呢，“二别以东”这个名字，“二别”是服侍，是仆人的意思，是服侍；“以东呢”呢是红，是红色。 所以，二别以东配在一起呢，二别以东的服饰呢，就使大卫王脸红。因为大卫王不敢接待的危险的任务，二别以东毫不犹豫的接待了。这个是拉比文献，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正确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来想象。 特别以东在接待约柜这件事情上，他受到了压力有多大？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任务啊！第一，我们刚讲到他所住的那个城加特，以前也是菲利斯人的五大城市之一，所以菲利斯人被神击打用。 痔疮，我找不到一个更丑的图了，所以就用这一个。<laughs> 等一下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选这一个了啊？OK，好，那个时候呢，加特也是其中一个被痔疮攻击的城，在《沙漠耳记上》这边讲到说，那城的人就是讲加特城，那城的人大大惊慌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。 这个生我特地圈起来，跑掉了。这个生这个动词呢，还有破裂的意思，破裂，痔疮严重到破裂流血，坐、站、躺、走都痛苦不堪。我在想，对于没有生过痔疮的人，可能很难想象那个痛苦。你就想象一个呃乒乓球夹在屁股后面。 你怎么能坐？你怎么能走？你怎么能躺？我刚来的时候看到那边有个大球球，我想啊，这个来形容最好了，这么大。好，造成全城的人惊慌，而且这个惊慌是用大的、非常两个形容词来形容。在中文呢，它只用大大两个字来形容。这里说呢，生痔疮的人是无论大小，嗯。 这个有意思哦，无论大小，那是不是也包括二比以东呢？二比以东是不是也生了痔疮呢？解经书说，这个痔疮也许只发生在菲力斯人身上。我说，可是他说无论大小啊，好，我们不要争辩，到天上去问二比以东就知道。但是，即使二比以东。 因为他是以色列人，所以他没有得痔疮，那也没关系。至少这个事件对他来说一定印象太深刻了。第二，对他来说，要接待约柜是很危险的。他的担心，第二是因为博士麦这个地方，好有七十个人被神击杀过，我画了一个叉叉。他。 应该会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城市不是距离很远，大概是神学院到宿舍来回再多一点这样的距离。他很可能会知道。第三，他心中作难的原因是乌沙才刚刚死，死于非命，谁还敢去靠近约柜呢？换句话说，约柜在过去二十几年来所产生导致的。 大大小小的灾难，他全都知道。要不要接待？要不要接待越贵？放到宿舍好不好？Irene <laughs> 他说不好，太危险了，千万不可。但是尽管对二别以东来说，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任务，但是呢？ 不管他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，毕竟他还是勇敢的承接了这一个没有人敢接的任务。约柜搬进二别伊东的家，不是风风光光的，而是带着肃杀之气，带着死亡的阴影来的。约柜搬进二别伊东家的时候，不是万人争睹的，我想是万人空巷。 不是我们在台湾小时候，万人空巷都是用在什么时候？少棒小将赢得世界冠军，回国，大家去争睹风采，叫做万人空巷，因为大家都跑到大街上去了。可是这个地方，我说的啦，不是圣经说的万人空巷的意思是，是大家通通跑去躲起来了，没有人敢去看，而且大家想，这一家人胆子大，这下一定死定了。 许多人，包括大卫王，都是因为害怕而拒绝。可是，二别以东是因为害怕而不敢拒绝，因为害怕而不敢拒绝，因为怕神，不敢拒绝神的功是好还不好？好还不好？ 大家都不敢讲，因为怕万念那个危险就要交给我。<laughs> 我说好啊，好啊，我们对上帝要胆子小一点，但是我们对上帝交代的事情要胆子大一点。再说一次，对神要胆子小，对神交代的事情要胆子大，因为胆小。 不敢拒绝，只好顺服。可是你要记得哦，你顺服了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？他是一个大能的神，他是一个负责的神，他是个信使的神。他呼召你，你跟随他，你怕什么？拿出你的胆子来！可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怎样？正好颠倒，对神胆子很大，<laughs> 讨价还价，争辩抗议。 不理不睬，不顺服；对神所交托的事呢，颠倒、胆小、害怕。不要了，不要找我了。那个人比较属灵了，他能力比我好了。主啊，我不行了，推脱。因为约柜不能够随便被人看到或者是去触摸，所以二别以东的家会被选为约柜的安放的地方。 一定是他的家有足够密闭的空间，而且要有某种规模，不是一般的民宅。所以，当二别以东一知道大魏王决定要把约柜放到他家去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一定很紧张，而且赶快通知家宅，动员全家打扫内外，打扫内外。 不是普通的捷径，还要有宗教礼仪上面的捷径里他们呢，如临深渊的把约柜迎进来了，小小心心的，如履薄冰的过了第一天，讲话要小心，不可以粗鲁无礼，不敢再看隔壁漂亮的美眉。 十戒拿出来背，乖乖的写每日一句话。<laughs> 每天早晚两次，要在约柜前面恭敬的点燃蜡烛。因为乌沙勒死，因为前车之鉴，因为恶别以东，他谨慎，他警觉，他会思想，他会观察学习，他知道。 服侍约柜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，要谨慎小心，日日服侍，不可以间断亲呼。他们全家呢，也变成邻居、社区高度密切注意的对象，成为全国媒体跟狗仔队哇！你们怎么知道？狗仔队报道的焦点。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一周一周的过去，嗯，好像没什么坏事发生，而且奇怪，越来越好诶。嗯，历代至上十三章十四节说，神的约柜在二别以东的家中三个月。这个家是 house，神赐福二别以东的家。 这个家是 family，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这里又有一个家，在原文里面是 household。圣经的原文咳咳，他特别用了三次 “by it” 家这个字来形容，来强调神祝福他全部的家族，赐福包括具体的赐福，人丁的旺盛，物产的丰收。可是你要想。 只有三个月，哪里看得出这个子孙呵呵增多是跟约柜有关联呢？<laughs> 怀孕也要十个月呢。好，最合理、最容易看出来，神的祝福在因着约柜而有的祝福，在子孙增多这件事情上，就是三个月之内，在这三个月之内顺利生产的，感谢主。第二个。 可能就是这三个月里面，可能差一点流产的，神保住了，母子均安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可能？啊？哇，你们真棒哦！哇，这个正道的学弟学妹真棒哦。对，这三个月里面受孕的呢，要不要算呢？当然要算了，而且呢，这个祝福是要。 在约柜已经搬出他们家之后，好几个月以后才会看得见的。有的祝福很快就会来，可是有的祝福可能很慢才会到。我们要有感恩的心，能够常常去回顾、去思想，看得出这个延续的祝福，然后把感谢归给神。 亚兰文圣经记载说，神赐福二别以东的妻子，跟他的八个儿媳妇都怀孕了，而且，哦，还在后面呢，而且每一个人每一胎都生。<laughs> <laughs> 我看到是说，哇，太夸张了，怎么会有人一胎生八个呢？ 一胎生八个，我想到底人类最高纪录一胎可以生几个呢？你们知道世界纪录人一胎可以最多生几个吗？十二个，还有呢？十七个，十七个，存活率还蛮高哦，也有十五个的，也有十个的，所以八个。 piece of cake。<laughs> <laughs> 历代志上二十六章记载，二别以东就有八个儿子。好，接着呢下去又记载了他的孙子，而且他的孙子呢是用善于办事，而且还三次用壮士来形容他的子孙，所以神所赏赐的子孙是智勇双全的。 在几个守门人的家族里面，别人呢子孙是十三个、十八个，独独二别以东六十二个、六十二个，而且门户还扩大到一切属他的，along with，along with 一切与他有关联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不仅人生的多，动物也生的多。那是不是食物也要增加才够啊？ 神是负责到底的，所以农作丰收，果实特大，必然的。这个祝福，这些祝福都太多了，太明显了，超乎常情。所以三个月之内，人家都看出来而且把这个消息传回到大卫王那里。大卫王呢，经过反省，发现啊，原来当初问题出在方法错误，不是神不喜悦我们的动机。 不喜悦我们的好意，而是神不喜悦我们的方法。你看，第一次搬运的时候，好错误的搬运是用运的方法。你们可以来找我，因为这个字太小，没办法。你就我已经把它弄成红色的。你看运有几个运，算一算六个运。第一次六个运，第二次他发现原来方法错误之后，他重新再一次来。 运约柜的时候，他改正了台有多少台,台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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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一个，十一次的台。你看大卫步步为营，这一次每一个步骤都谨慎小心，做对了。所以历代志的作者给他这一次的行动一个很好的总结，就是在十五节的地方说，这一次是。 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，那就是按照律法所规定的照章办理。第一次搬运的内容的阵容呢，很庞大，上万人一起出动去迎约柜，可是赔上了乌沙的性命。第二次迎约柜，人少了很多，可是因为做对了，做的正确，所以在二十五节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们。 欢欢喜喜地将约柜抬上来，那么呢？神怎么样？神的反应？神就赐福给抬约柜的利位人。你看，做的对，好的东西加上正确的方法，天上地上都很欢喜快乐。同学们，服侍神，不在人多，不在热闹，不在场面浩大。 在于我们的做法是不是合神喜悦？对的东西要兢兢业业的，才能够把它 finish well。因着二别以东，他承接这一项危险又困难的服饰，而且小心谨慎的做好之后呢，让大卫王有一个反省。之后，终于将神的约柜顺利的运进大卫的城，君王的城，在这个迎接约柜的。 诗班跟乐师团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二别以东的名字。二别以东在这个行行武里面，在思想回想起这三个月来，从起初的战战兢兢，到每天的谨谨慎慎，到今天的欢欢喜喜，你能够想象，在那些立未人，在他们。 为首弹琴，高声颂扬的时候，二别以东的琴声跟歌声是多么的充满感恩、感激跟激动。他的名字还有三次被提到，是在约柜前面守门侍奉。你看到他以前侍奉的经验，再一次被神所启用，再一次蒙神的来重用他。 历代志上十五章也记载不少守门人的名字，可是你会发现，只有似乎只有二别以东一个人，因为他的名，因为他接待了约柜，所以他的名字从此以后每次出现都是跟约柜连在一起，一再的被提起，一再的被纪念。各位同学，勇敢承接危险困难的服饰 谨慎小心的把它做完。我从德州北边的达拉斯神学院毕业之后，就往南搬到休斯顿的，呃，搬到休斯顿加入美国正主福音协会，在那边一年。在洛杉矶这里，我们也有一个正主书房，但是呢，因为大环境的改变，因着人手的短缺，我们这边的书房。 每个月都在亏损，大家都知道文字事工不容易。以林书房，以前我还在这里读书的时候，以林书房我常常去，在角深的一楼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荣祖书房的分店也关到，只剩下在 Montreal Park 他们最早的那一间母店。中心书房也在辛苦的经营。洛杉矶有两百多家华人教会。 难道只能养得起两家基督教的书房吗？我们正主书房在洛杉矶怎么样走下去呢？董事们在讨论的是，要干脆就在约满，我们跟华神租的地方，在约满之前就提早解约，免得在每个月赔下去，还是要继续努力，努力到最后。 约满的时候再来做决定。但是洛杉矶这里，我们不可能再增聘人手了，只能从德州已经现有的童工里面去挑选人，调动人手过来。但是有谁是适合又愿意再举家搬迁呢？<coughs> 董事们跟总干事问我愿不愿意去，我没有想太多。 我想命都是神的，命都是神的，搬个家有什么好不愿意的呢？所以我就答应了。但是说实在，面对这个赤字，还有许多的困局，这实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任务。搬回洛杉矶这一年来，总干事给我很大的空间跟信任。我的同工 Sherry，你们有的见过他，也跟我全力的配搭。我们搬书、买书、调书、送书。 很多义工很难找，找来找去都是自己家里的人。他找他的儿子女儿 niece 我找我的爸爸妈妈，最忠心的义工。<laughs> 书房里面好书好教材这么多，可是放在那边蒙尘，实在是让我心里很干涸，很难过。所以每次我们出去，我们都是带着使命在推广。 然后我们出去之前都会跟童工一起祷告。有时候早上六点要出门，有时候晚上十一点半还才回到办公室。一年之内，我车子的公务里程数，就是说我报给正主的 m a r r i a g e 达到六千 m <coughs> 我常常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就跟神求智慧。最多的时候是在车子里面唱诗歌，鼓励自己。 我最常唱的就是白芳以前献唱的那一首。我献生命和爱给你，上帝膏养你为我死，我愿为你忠心到底。 我救主，我的神。我常常在车子里面，有时候看着夕阳西下，有时候看着星斗满天，我就唱这首歌，再次提醒我，我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？我为什么接了这个任务？其实蛮兴奋的。<laughs> 感谢主神，常常给我一些新的点子，给我一些创意。感谢主。 经过一年的努力，我们的业绩渐渐有起色，而且趋向稳定。感谢主，上个月董事会决定不关了，把洛杉矶正主书房留给洛杉矶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正道神学院，我的母校。在我就学的时候，在这边真的受到许多的教导、栽培跟爱护。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非常的棒。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, I say so. 好，毕业之后呢？哎呀，这个女儿嫁出去了，还得不能责任了了。这个学生毕业之后当了校友呢，这个学校还要继续的支持跟协助。但是正道支持校友的服饰，其实就是支持我们同为机构、同为一起的神国在打拼的伙伴。对。 洛杉矶最直接的贡献，就是为这里的众教会跟信徒多留下了一处供应属灵资源的绿洲。过去半年五年半，我跟爸爸妈妈一共大大小小搬家搬了十一次，两次是岳阳搬家，有八次是因为施工的缘故来搬迁。我没有关系，反正我本来就爱搬家。 可是呢，爸爸妈妈实在是很辛苦。妈妈说：“哈、啊，我每次、哦、才好不容易记好那个东西放在哪个抽屉，就又要搬家了。<laughs> ”我的总干事曾经说啊，他说：“正主实在真是对不起陈婆婆跟陈妈妈，但是神没有对不起我们啊，对不对？对父母亲来讲，他们绝对没有想到，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，还会有这么一趟的信心之旅，来美国住了三大城市。” 见证、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，享受了三个地方华人教会弟兄姐妹的爱，坚定了他们的信心，增长了他们的心胸。更感恩的是呢，我们可以在这边跟二哥二嫂再一次团聚，全家团圆，享受天伦。人如果愿意顺服，以神国的事为念的时候，神就加添你的力量。 虽然是困难的任务，只要你勇敢去承接，谨慎、诚实，全家就蒙福。各位师长同学，你们害怕去承接危险的任务吗？去承接困难的任务吗？承接没有人想要接的使命吗？不要害怕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只要我们谨慎、正确的做。 我们就会蒙福。同学们，你们已经是回应神的呼召，来到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。你们确实是很勇敢的，勇勇敢的承接了使命。盼望各位在这里读书的这几年的时间，能够以圣洁自守。在神学院的装备完成之后，当神带领你往下一步，神所为你划定界限、你当得之地的时候， 你就勇敢的进攻，因为信实的神与你同在。重点是 take it and do it right，好好的做。学院呢，最近也有很多的 project 在进行。我都每次看到，我常常我每个礼拜都会读我们的呃进时祷告的代导信，我都会发觉哇，我们的神学院真的是一方面。 觉得很佩服，非常勇敢。每个 project 都是超级困难，可是呢，心中也是 proud of it。OK，好，需要勇气去承担，但是也需要求神赐下一个谨慎、敬畏、小心的心，不留任何的破口。我相信神学院在过去刘院长很多年的带领，也在未来我们要接任的林院长。 的带领之下，我相信我们神学院一定会谨谨慎慎的完成，按部就班的做完神所托付的这些的责任。神会带领我们往下一个一个里程碑去迈进。祝福求神祝福，赐福神学院，也赐福每个同学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，因你的圣洁跟信实的本性。 主，我们成为你的仆人是何等的有福！主求你的圣洁吸引我们，也警戒我们。主，但是当我们以愿意更加谨慎自守的心来洁净自己，我们越靠近你的圣洁的时候，主，你的信实就要应允我们，就要带领我们，就要指示我们当行的路。 主，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，主你的话语，想说的，想听着，都是一个警戒。主让我们持守，彼此勉励，继续走前面的道路。谢谢主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